当代家长的底线有多高。爸爸，我不是故意偷吃你零食的。没关系，你可是我的女儿啊。你这熊孩子。爸爸，我只是想试试锤子和电视谁更硬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没关系，你可是我的宝贝女儿啊。爸爸，我帮你私房钱花了。没关系，只要游戏赢了就行。爸爸，我把你养的鱼草了。爸爸，我把你手办弄坏了。爸爸，爸爸。两小时后，宝宝累了，就和爸爸一起打游戏吧。这就是有女儿的幸福吧。爸爸，我把你兵线吃了。不许，别逼我打小孩啊。